我都完成付款了啊。A 扣 撇肥皂，我想知道盖伦的扣算不算撇肥皂扣一下一上墙平 A 平 A 算不算土金？撇肥皂平 A 一抖 W 回头扣，撇肥皂你们说我的锤子太大了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平 A 平 A 一点盐平 A Q 闪，我们只要不用 W 那螳螂就赶快不死我没有关系，回家了这波。哎，可以不回家，赶紧推进塔，快，好，回家。我这边游戏买一半儿，靠！我希望那位英雄喜欢我。哎，我买完了，我订单没了，怎么办啊？找人是很难的。哎，算了，一会儿搞吧。先来这个。扣一下，看来挡不了。看来盖伦的 Q 没有办法被我们挡掉。平 A。撇肥皂。上来 A 接 Q 接平 A 接平 A， 这螳螂老过来干嘛呀？我靠！直接打我！哎，这有点烦啊！
啊，不能不用。我用不用，你心里没点数吗？啊！不要让我的锤子陷入疯狂。 开了好歹加点抗性，小炮 W 开了加抗性，那我的抗性咋不变呢？你充了 QQ 会员吗？你充了扣扣会员吗？哎，撇肥皂。哎，撇肥皂。抠一下，抠一下，撇肥皂。 你上哪啊？你要干哈？像个精神病似的。你是不是以为我怕你，小伙子？你是不是以为我很怕你？这家伙！ 这盾消失了，怎么还没完了呢？这螳螂来几回了？差不多行了，啊？ 有点过分了。没错，它比看上去还要重。 哎，真的，这螳螂一直往我这边走，哎，有点讨人厌。嗯，开始要吃我塔皮了，可真挺烦人呐。 漂亮啊！漂亮啊！
没有用，你能跑得了啊？你跟我打，小伙子。你能打得过我吗？这永恩不过一个250，跟我打250。你能把人移到小法的圈上吗？好像能。我给忘了吧。我忘了有一套那叫什么，有一套组合叫做小炮加上小法了，双腰德尔人组合。别被盗。我一层塔皮没吃着，你吃我5层塔皮，我饶得了你？你大爷的！我能让你好过喽？我能让你玩好了，这波确实是有点傻逼了，这居然想捡个东西。哎，我不走，我气死你，我还不走啊。嘿，我居然有点盐，可恶。这个点盐我没想到啊，去波下路帮帮队友，赶紧过来支援，这下路指定来人了。我撇个肥皂，为什么没有助攻？咱俩拆个塔吧，你去守波上路。这锤石咋那么烧呢？这腰着这位置，我跟你们说，绝对会有人过来放眼儿。嗯，腰着有大，没事，传我。来来来来来，腰着。这为啥没上墙呢？我先起飞两个啊，上墙扣一下。
这卡莎居然还想回头杀人，我的天哪，我们家这么多人搁这儿。你咋的呀，我打死他，老长囊的快跑，先打个爆破，这队友有点猛啊，不过他们猛也属于正常现象，你是那螳螂来一百回他们再不猛点儿，这把也就够呛了。我打死他，我直接九头蛇。哎，不得，还是得本儿讲。小炮跑得慢，玩起来输一半。给我爆个头，我把他盖伦杀了。救你啊！我今天不让你起立啊、哦、这螳螂。我今天不让你起立咯，我看看。给我杀了。你看在那烧。我觉得这小炮的 W 技能吧，应该也能挡个闪现。漂亮！哎呦我这 Q， 就像蛇女那个技能似的，你用不了闪现，要不然叫什么腹地呢？你说是不是？打不过，怎么可能打不过？我出一身肉装的，还打不过这玩意儿了。这防御塔，我让他再砸一下都没有问题。你别看我血少，我就血这么少，我可能都比他们都一千血都多。给我足够的肉。哎呦我飞了，呜呼，我起飞了。
没了。